2010年台湾艺能界精英辈出，在今晚大年初一，我们集合了年度最佳表演达人，争取艺能界的最高荣誉。谁会是今晚表演中的王者之王呢？请收看《超级达人秀》。超级达人秀节目规则：节目中有15组才艺表演，将由13位评审投票决定谁留下，优胜者将坐上冠军宝座，接受下一组达人的挑战。谁是最后的优胜者，将可获得高额奖金10万元。15组达人，谁能撑到最后？接下来介绍第二组的表演，听说是一位神童啊，而且他上过中央台，我要上春晚啊，可以上春晚，那这个等级很高了，厉害了！掌声里欢迎神童，欢迎！哇哇，这么小啊，这么小啊！弹指间变成最美丽的音符，竟然是一位只有7岁的神童演出。有未来周杰伦之称的小神童，到底会有什么样惊人的演出呢？广告后回来。而且他上过中央台，我要上春晚啊！可以上春晚，那这个等级很高了，厉害了！掌声里欢迎神童，欢迎！哇哇，这么小啊，这么小啊！太小了吧！哇，真的算7岁？这个应该哦，3岁啊。我7岁一个月大。7岁，好会说话。一个月大。刚刚这个姐姐问你几岁，你为什么比这样？我刚才是7岁一个月啊。哦，她出来是摆炮。7岁一个月，炮气，炮气。讲话不清楚，那一定可是肯定不是唱歌达人，对不对？你会唱歌吗？我会啊，我会边弹边唱，边弹自唱。哇，你既然这么有才华，为什么牙齿不去补起来的？因为我长大想要当歌星，所以我现在牙齿要找矫正的很漂亮，以后才会很帅。你在雕刻啊？对了，他现在有2颗掉了，没有带来哈，没关系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松泽，今年7岁一个月大。讲过了，那个讲过了。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，希望我的表演你们会喜欢，祝你们兔年行大运，漂亮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到进口再拿不出来。讲话像胡志强啊，原来他是专门讲诗词歌赋的达人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！所以你要背《唐诗三百首》还是《白日依山尽》模仿？你是哪方面达人？我现在我是钢琴方面的。哦，钢琴哦，你是钢琴方面哦，钢琴，你学钢琴啊？我是学钢琴的。哦，学钢琴，你在那边那个叔叔怪叔叔也是弹钢琴。对，我也是学钢琴的，是，你是听到摔下来是不是？然后表演啊，对对，哇，你钢琴弹几年了？我钢琴已经学了2年了。那这么久了？2年一定弹得不好啊，为什么要来表演呢？因为我是无师自通的。你无师自通？无师，所以没有老师的意思哦，所以你只会弹2首吗？不是啊，我事实上已经弹了差不多800多首曲。800多首？大哥紧张，800多首。哦，原来你是说谎达人啊！看家，他是真的会。怎么可能？7岁会800多首？露个手好不好？你可以弹一下给我们看看吗？来，我看一下现场好不好？来，你的手看看。啊，露一手，这可以弹钢琴了。是。你看瓜哥，你看你的手，哎呦，瓜哥这个手都显短了。对呀，对，你还可以弹到钢琴，还可以弹钢琴。瓜哥只能弹5个键都弹不到啊。要搞一下好不好？你现场今天要表演弹钢琴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现场没有，怎么办？有啦，没关系啊。那我今天马上1分钟，马上从家里带来。好，这么厉害。所以你是说谎的。我不相信。好，我们有琴就搬上来，让你好好发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钢琴。
别以为我们听不懂钢琴，你刚刚弹错几个音了吧？是这样，是有弹错音，没错。对，你以为我不懂钢琴，我一听到有弹错音了，对不对？不过他手指这么短，可以弹这么快，这么难的歌曲，我还有讲他无师自通，哎，厉害！他是听完 CD 之后，他就开始弹，哎，是没错。但是要建立一个观念，不能说因为无师自通，我可以错两个音，那会变成习惯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纠正嘛，对不对？是想别的事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有时候就看到太多人，你看我懂不懂你心里？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，你在想晚上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在跟他计较什么？不是，这个厉害啊！无师自通能弹成这样了不起，但是可以更精进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根本就是贝多芬投胎嘛！这个有人说这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绝对音感，绝对音感，就是我听到一个音，我就知道这个音阶在哪里啊！对对对，这个很难呢。就是有的唱歌随便哼什么旋律，他就一遍，他听到的不是那个歌词，他是哆来咪发嗦来的。随便哼你都可以弹吗？譬如说我们随便考你一个，他都可以。好的，这样来来，柯凡来。啊，好，我们先起来。你说他不是老师那种专业的学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随便弹考他。我弹一个旋律，你就要立刻跟哦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跟，我们这样看，我们这样看来。哇，好好看哦！你可以弹吗？可以弹吗？斗琴，斗琴是弹，不要再弹那个你的主打歌了。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哎，安利一样啊。学琴多久？我学大概是20年吧。也是无师自通吗？哎，中间去玩了19年。对，老师教了，也是神童，神童。学琴是为了把妹用的。对，对，我弹哦，你要听清楚哦，只弹一次哦。手就是，叔叔讲，我帮你化解掉。对，不行，说一声。应该不会吧？好，哎呦，自信把握，加油，这样就会了。加油！真的哎，弹得更好哎，比较好听，而且他手比较没有那么卡卡的，对，好顺哦，他比较有感情哦。哇，一模一样！记到这里，记到这里，很厉害啦！你是不是记到这里？什么叫记到这里？我刚怕时间太长，谈到这里而已。不要跟我说话，真的，我刚只谈到那里。我帮你说话，我帮你说。刚只谈到那里，那你要再考吗？这个算厉害啦！你要再考吗？考哦，不要考，他太简单了。对呀，简单。我们可以表演那个蒙眼弹琴，可以吗？啊，蒙眼，就是我们蒙一只眼睛，可不可以？蒙一只那好眼，蒙眼看不到。小孩什么题目都敢出，不是啊？我天天太难，他那么厉害，都总是要考点难的。这太简，对他来讲，他心里想说：你们这个上这个节目考我这个，是有点看键盘。我能懂他心里，对不对？可以蒙眼吗？可以啊。蒙一只还两只？蒙两只。蒙一只有什么药？有高而立。蒙一只才难的。一只比蒙两只难的，蒙一只你的视线，你键盘就按错了，对不对？难不难？蒙一只很难，对不对？是要蒙两只，当然要蒙两只啊！怎么也抓逻辑？你有没有被人这样盖过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没关系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好。哇，厉害！蒙眼哦，蒙眼还可以弹琴呢。瓜哥，好，开始。预备，瓜哥，你当观众。是蒙我的还是蒙你的？好开心，好笑的。蒙你的，好讲，来来来，我帮你蒙。然后该你弹，对不对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知道吗？这样看到吗？来来来，我为什么带到他旁边，让他知道是真的蒙眼啊？等我一下，等一下 ，OK 了。让他去抓，让他去抓。好了，跟叔叔讲一下，好了吗？好了 ，OK， 预备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，来来来，蒙眼弹琴哦，请开始，贝多芬名曲，哎呦，哇哦，命运交响曲，哎，哇，
清晰哦。因为我的头发也没乱掉，我很重视造型哦。有吗？怎么像包袱？对。这位哥哥，我想请教一件事哦，你为什么每次表演完手一定要这样？为什么？这个呢，是因为我自己想说我会更帅，所以我会更帅。哦，好有想法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我们在上面曲子是结束的。了解，这小孩子不错，对，这么搞完了。因为你会蒙眼弹，自己弹自己唱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是你发音都这么不准，怎么唱呢？他没有不准，他绕红脸啊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。给我一首歌的时候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请开始。跟周杰伦的夜神通。讲不懂的唱，他已经没有办法，他要伸直才踩得到。哎，他表情好陶醉哦。哦，你说我不该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第一次要 PK 了。来自台中的潘朵拉舞蹈精灵，一出场就让现场的气氛沸腾。性感的动作再加上火辣的身材，保证让您目不转睛，心跳加速。钢琴神童尤宗泽，令人赞叹的钢琴表演，与歌坛才子相比毫不逊色。而且牙齿烙红的他，唱歌时可爱专注的表情，还是颇有大将的风采哦。两人到底谁能够登上卫冕者的宝座呢？第一阶段的，对，一个是女王的诱惑嘛，一个是小小贝多芬。评审分数都打好，都打好了。好了那两组比分数优胜的就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好，那就是接下来就每组要挑战卫冕者，一直比赛到最后。登上卫冕者那位就可以获得10万块的奖金，冠军。好，看这一组的票数，来，请上。女王诱惑 PK 小贝多芬，5-8，小小贝多芬获胜。谢谢女王的诱惑，来登上卫冕者宝座，可以面王。来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！看他的 ending pose。哇，小小贝多芬。钢琴神童尤宗泽的可爱笑容和令人赞叹的钢琴演出，值得你一再回味。到底王健豪的雷射门秀能够打败钢琴神童，挑战成功吗？这雷射秀加上我们小小贝多芬，到底谁今天会成为我们的超级达人？对，评审请给分。啊，3-10。觉得输得很冤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，你是靠手啊，他是靠科技的，啊？因为我是上下差还有机会。嗯，对对对，对人生要看看，小小的你就看看。你要跟评审说什么？谢谢，还是谢谢啦。我跟你讲，还有机会啊，你还是小，年轻，现在能够弹这样已经很了不起。你刚刚讲说，我有机会上春晚，他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对我们比较厉害。你要回家了吗？心情。不要难过哈，这个还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，好吧，来掌声，欢送我们的小小神童，谢谢，也恭喜。